春节连假预备开始，苏花改即将接受通车之后的第一次大考。有网友贴心整理花莲美食地图，没吃过就不算，来过花莲。 香酥饼皮再加上新鲜蛋香，让食客不惜烫伤舌头也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今天的人还不多，不到正常的一半。基本上花莲还是好山好水的，欢迎大家到花莲来玩。尽管来客量腰斩，正在之后知名的炸弹葱油饼依然出现长长人龙，而黄车、蓝车在复兴街争霸，也让这里被当地人昵称为葱油饼街。邻近的明理街则出现挑战者林记。 而来花莲必吃的美食，还有公正街的包子、小笼包和洲际蒸饺，更是各有拥护者。而闭眼时则有代记和异乡两间系出同门的选择，还有老字号庙口红茶和莲香面店更是不能忘。此外，还有当地人的隐藏版美食红轮，这是阿嬷传下来的，我们这个有申请那个注册，真是的震太厉害，每天都在震。 我们现在都觉得在地震，每天都地震叫你起床。长得像黑轮，却不是用鱼浆做的，而是用面粉再加上红曲，两面煎好之后沾蒜蓉酱最对味。店家表示，除了忙着地震善后，生意还是要做，两头忙，头都晕了，却依然希望游客在灾后渐渐回流，用观光业来振兴花莲。三立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